我先跟你讲，我这首原本想用那个喇叭整首吹完的，就是，但是我想说，它原曲不是萨克斯风吗？还是我来试试看呢？后来我就发现，好，你现在发出那种，老门快关起来的声音，就是。你知道那种咯咯咯咯咯咯咯，好，然后呢，你再试着加入一点音高，然后你把你的声音压得越扁越好。差不多就这样，但是还是要再揣摩一下啦。还有什么？萨克斯风的歌哦。Anyway， 差不多就是这样。Thank you。的时候敢上班，你就知道有个水准了，好吗？拿我没水准，不好意思，我这个年纪的时候敢上班，你就知道有个水准了，好吗？